因为感谢所以幸福。今天要感谢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要感谢的就是健身房。有的人没有运动是因为什么呢？没有时间。一个人没有时间运动，将来必有很多时间躺着不动。是的，健康是我们很重要的财富。财富后面很多数目字，但是健康是前面的一，没有前面的一，后面的数目字累积都没有作用。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健身房，就是这里。这个健身房让我有一个理由，让我有一个原因要来这个来使用这个地方。如果不使用的话，浪费我每个月缴的费用。是的，有了健康才有希望，请你也要投资一点时间在健康方面。今天要感谢的就是健身房。